恁既然着我大堂堂的着来就问我，我欲予恁安息。我心内温柔谦顺，恁袂外呾来对我学，就恁的心情会得到安息，因为我的呾是快，我的呾是轻。是请伊愿徛伫用主要所说甲神的新的改变，咱大家来坐声来读新的改变。恁要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是大个，也是好一个。第二个也三真像是讲，恁要听主你亲像家己，这两个代志全部拉到身体的中央下，我用新的改变予恁。心情我很开心，你们要不要安心三天？你们三天，先让你们安在你所爱的心。请坐。这是咱三个同心阿头来祈祷。听我的天父上帝，但这是阮三个组织伫你的殿堂中间，我们用谦卑的心，用诚实的心来感谢你。因为你守住恩惠，伫阮达人每枪的性命中间，你用忍耐宽待阮，也用慈悲照顾阮。虽然阮所徛起的土地遭受着风雨的攻击，总是你对天保守阮达人心心一切平安，予阮的家园、予阮的厝客无受着破坏。总是阮也孝念伫南部，或者是南部，因为风灾受着不凡的兄弟姊妹为因来祈祷。恳求你看顾伊，予伊的生活甲环境会当快快恢复。伫风雨中，毛利的平安甲稳定三个同在。我也知伫阮的生命中间，有出日头的时，有毛乌阴的时，毛大风大雨的时，总是你是阮永远的瓦壳。阮深信大水泛滥的时，你依然掌管阮的生命。恳求你在阮的软弱。因为阮的智慧未当渺茫，你的旨意；在艰难的时，阮的心会惊吓，会失志，会忧伤，会艰苦。总是恳求你用慈爱的双手，大大引导阮，让阮唔通来离开你。阮感谢你，伫今仔日阮的敬拜中间，你为阮所陪伴一切稳定。阮知阮是白白得着的，也我有达人伫阮的生活中间，行出你对阮的疼，讲出你对阮的疼，活出你对阮的疼。哦，听的经济、平安的经济、和平的经济、忍耐的经济、喜乐的经济，伫地面上成长百倍、千倍。我的同心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